Caffeine don't make my heart race like you do. I feel it beat against my chest, it might break through.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flies through the air like a bomb with your name on it. It's got your name on it. Oh.是 AdLib 的邀请函，邀请他。是的，因为今天是他们台中店开幕的活动，于是我跟麦基居然收到了邀请函，是何等的荣幸！好酷哦！怎么有那么多的那个伟士牌的车队？哎，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原来我们刚刚看到的伟士牌车队就是为了 AdLib 的开幕典礼而来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哥他有挂这个领结， AdLib 的领结。真的跟我们一样的领结。没错。大哥怎么称呼？大家好，我是台中 Kulaji 车队谢尔利车队的队长乔神。大家好。是神来着。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大哥，就是有没有你特别推荐的一台伟士牌的车，就是你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这样子？最厉害的就是这一台，身后这一台，这台就是它标榜就是著名那个摩斯风，好啊，在 GS150。妹妹，你好吗？你好。好好，我们看到妹妹身上也有这个领结，对不对？那所以今天的伟士牌的造势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史丹利大叔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开幕活动，而且啊，而且好有效果，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俩今天排挤麦基？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有一样的领结，是不是？你们刚刚还说我不用别这个东西，你不要用眼镜代替啊，对，就是有一个分量在，你要把它这个样子啊，对。很不甘示弱，没有啦。我想要请问一下史丹利大叔，就是这个牌子对你而言有没有你非常喜欢的一些单品或是特色产品？其实这个牌子我已经大概已经穿了一两年以上了，对，真的在台北的时候就有了，对。然后我觉得它领结真的是很特别的东西啊，对，除了领结真的很，而且它有不同颜色跟不同花色，因为现在其实卖领结的地方真的不多，而且就是选择性也不多，所以我还蛮喜欢他们的领结的。然后还有就是衬衫吧，因为我觉得他们衬衫是我一直都会穿的东西，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拼贴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其实我觉得这边应该就是怎么讲？如果我想要给我假扮一下的话，应该就会过来我的。真的真的，因为这边的衬衫啊配领结就是有点对正式的感觉。对，想要假掰或怎样的话，对。他们都没有比较那种浮夸的衣服哈，我看好像都是比较休闲，然后偏向正式的。哦，超不适合你的、啊。都没有那什么亮片啊，對啊超不适合你的、啊。羽毛啊，这种怎么单品都没有。没有，你要知道，身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啊，是需要一个对，需要一些这种那个服装来搭配，对。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史丹利大叔，谢谢。现在真的是人山人海，店内店外人都超多，耶！谢谢店长，你就是店长吗？对，帅哦！我们现在也获得了这个木头领结了，好酷哦！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店长啊，因为你们这边的领结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单品，那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由来呢？因为我们 AdLib 的代表商品就是领结跟衬衫。2010年的时候，香港那个特首就每天都会戴领结，所以我们 AdLib 就有一个企划，就是在七月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出了28款领结，然后让哇28款的领结，然后让客人就是可以天天换，有每一种不同的领结可以出门。原来是因为香港的首领他有戴领结的这个习惯，所以你们就做了28款，可以让民众可以跟着总理一起戴。哇，也太时尚了吧！而且戴哪里都可以。真的，你现在就是追求 Hello Kitty，Hello Kitty 的感觉。好，谢谢店长送我们的小礼物，那我们赶快去逛一下这家店吧。
原本以为 My Adlib 的人应该是非常的，你知道，不是中性就是男性，结果没有想到我身旁这两位非常漂亮的正妹也穿他们家的衬衫呢、欸，台风辣秋，好有心哦！没错，对，我想要问一下两位，就是对于这个牌子啊，有没有一些你们特别喜欢的单品或者它的特色？哦，我要先讲衬衫非常好看，它拼接跟休闲的款式我都非常爱，任何的造型都可以搭配。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走比较就是英式，然后休闲的风格，所以其实不管是男生，因为像女生我们喜欢上就是有点 boyfriend 的感觉，就是比较休闲。然后他其实也有卖就是女生的那种比较小的那个 size 的 T 恤，所以我们就休闲的时候就很爱穿这个牌。男生的也很好搭，因为现在就像你讲 boyfriend 的风格，然后穿一个宽宽的，里面是 legging 合身的，很好看。所以各位正妹，如果你不加入我们的行列，是不是有点逊？好的，那非常谢谢两位，谢谢。雷门夫妇也来到 Adlib 的开幕盛典了，欢迎欢迎！史上最强夫妻档在这里，有没有？但其实他们今天是来当一日店长的，哇，超酷的一日店长！他们好厉害啊！所以要当一日店长，一定要非常的有个人特色，因为平常我有在 follow 他们的穿搭，我也有。就是麦基有没有觉得输了？我觉得大输特输，我不敢看他们，我觉得我穿的就是屁。对，因为当一日店长就是非常的要很厉害的穿搭能力，而且 Adlib 这个牌子就是以衬衫为主打。那我想要请问一下两位，就是因为衬衫是比较正式的东西，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可以穿出个人特色的穿搭法呢？我觉得不管 T 恤或衬衫，大家就是多尝试。而且我觉得 Adlib 他们的衬衫跟比起一般，其实他们蛮有特色，就是以拼布或不同的花色为主。那我个人非常喜欢，蛮好穿搭的。基本上我个人就是把衣橱打开，衣服穿上去这样子而已。对啊，我没有特别会去多想什么，但是会看一下说，哎，这样子顺不顺眼这样子。我不相信我家的衣橱也是这么多衣服，为什么每次穿都是你知道？对，我每次也是打开衣柜，然后穿出来就有点歪掉。对，为什么？没有，这就是人家一日店长厉害的地方。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其实你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衣柜，然后多尝试，你就可以找到个人的风格。但其实我今天有一个私人的小问题，就是说，请问头发怎么可以染得这么漂亮？是真发还是假发？是真发。是真发。对，超饱和的，哎，好好看哦，而且连眉毛都用了。发型找一位厉害的设计师。好，真的很厉害。所以其实你的发型跟衣服也是有做颜色的搭配，对不对？对，就是点亮一个造型，我觉得。所以颜色搭配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谢谢他们两位。我们现在欢迎到的是 Adlib 台湾区的总代理经理，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叫我 Zip。Zip， 对，超酷的。超酷，是拉链大哥吗？很像周星驰里面出现的演员。对，拉链大哥，那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边衬衫非常非常的多，那你们衬衫有没有一个特别的特色这样子？这样子讲好了，其实Adlib 这个牌子啊，它一直都是走 smart casual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它你会发现说它的衬衫，甚至它的可能像帽夹、外套等等的，会有非常多是跟不同的材质去做结合的拼接。对，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朝这样子的东西去，这样的设计感去做发展。那简单说就是，服饰它本身是很简单的一个单品，但是我们只要在细节上面去做一些拼接，跟不同材质的连结，就会有不同方式的诠释。对，一直以来 Adlib 都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诠释这样子的所有的服饰类的单品这样子。而且我还有听说一件事情，就是联名的部分。对，很多国际化，走国际路线的。对，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好的，其实这个商品呢、啊、是Adlib 最近一次
跟就是其他品牌做联名的一个牌子。一般来讲啊，台湾可能很少看到像这样的东西。它很酷哎，是一个皮囊水壶。那其实这样皮囊水壶，对，它就是一个皮囊水壶，而且它本身呢，第一先强调它是全手工的。那它是找西班牙哦，西班牙一间百年的，就是做皮囊水壶的一间公司呢，跟我们做合作。那其实你会发现说它是很有造型，那可能老实讲可能在电影上面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但确实其实在欧洲啊，其实我们也晓得啦，因为之前香港是跟英国是有关系的，在九七之后的之前都是有很大的渊源，所以说他们会去像欧洲，他们很多登山客甚至在健行的都还是使用这样子的皮囊袋去做他们饮水在做使用，可能跟一般我们亚洲这边用水壶比较不一样。听说这个包包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联名哦，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包包其实它也是美国品牌 SPEC 这个包包，那跟 Oliver 一样是做连结。那最主要呢，我们是看中了它的这个包包的机能性，那跟我们的商品做连结，用一些我们 Oliver 的细节去诠释它，让它虽然说是具有 SPEC 的这个的功能性，但是也有 Oliver 的细节跟 Oliver 的风味在里面，这样子。酷，所以如果你也想要 smart casual 的话，赶快来 Adlib 逛一逛吧。是的，观众的福利到了，送礼物时间。没错，要送什么礼物呢？首先先看一下这件。要送出去的是这件台中限定的潮 T， 超好看的，而且麦基看了很久才发现它是台中。仔细看吧，是写台中哎，有没有？还有一个小礼物，我个人觉得我超喜欢，那个真的超酷的，就是这个领结，就是我们这个领结哦。所以如果你想要获得小礼物的话，要怎么获得呢？对，要怎么样子获得啊？大家都想知道。就是在这篇的文章上面按赞，并且在下面留言。今天开幕的店家是什么呢？店名是什么？店名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赶快留言，你就可以获得小礼物哦！拜拜，7000哦，再见。